补牙后发生牙齿酸痛，有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。第一，这个补牙的充填体和我们的牙体之间存在微渗漏，那么我们的冷热刺激是这个微渗漏直接作用到了我们的牙本质小管，传导了到我们的牙髓，所以说牙齿会感觉到冷热不适敏感。第二种情况，也可能是我们在补牙的过程中，我们的酸蚀粘接充填这一系列处理，这个酸蚀剂有可能冲洗不是很彻底，留在了我们的牙面上，这个酸蚀剂对我们的牙髓产生了一定的刺激，所以我们在补牙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种酸蚀剂的彻底冲洗。第三种情况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龋洞比较深，我们的充填体离我们的牙髓的位置很接近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充填好了以后，近期也可能一开始患者没有明显的感觉，但是在用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因为这种压力的感觉会造成牙髓的敏感，造成牙酸的症状。